世高手就在这里。看来只有当年终极杀人火云邪神才有这样的杀气。这一份气势难道就是人称神雕侠侣的杨哥、小龙女、九仰大明？今天我们来是跟虎头帮船长与其他人无关。你当日杀了我，每一天都说了，你今天自来算账，就即刻自投罗网。留你条狗命多两日，唔好咁得戚。我呢份大礼，你今日收硬噶啦。咦，送钟？哼，今日有邪神喺度，睇下边个送边个钟啊！咁你即系做较量啦。唔会，其实我只系想打死两位，又或者俾两位打死啫。老婆点睇啊？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既然系咁，嚟啊！好啊，嚟啊！出力少少啊，我仲得嘅。力度就有啦，不过准程度争啲。哎哎Thank you.
睇住，唔同收工，仲有一招大喇叭，小弟甘拜下风。佢哋好似唔喐得喎，直情系啦，趁佢病佬佢命，你嚟啊！我想呕啦，我要睇医生。吓死啊！嚟，过嚟，咬佢。好。扭头啊！梗系啦，扭头扭落去啊！好，扬命立马啦嗱，嚟咬佢啊！咬佢啊！咬佢老母！嚟啊！咬佢啊！咬佢啊！咬佢老母啊！你做咩？你究竟想我咬佢本人定咬佢老母啫？你搞到我好乱啊！沙煲咁大个拳头，点练噶？